那么老的人，尊贵，你上上上起码你嘛要甲尊重的，对不？一些酸民，哦，我只能说你们是垃圾，哎，应该是比垃圾。哦，我最讨厌就是这些人，要笑脸的，了解了解他过去是因为怎么样而摔倒，到现在，哦，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哦，相信今天的所有的媒体报道都已经很清楚的讲出来，那你们绝对要相信。哦，啊、那些其他的一些酸民，哦，我只能说你们是垃圾，哎，应该是比垃圾还不哦，我最讨厌就是这些人。如果他是你的爸妈，你会是怎么样？啊，你们这些年轻人到底在干嘛？好好的事不做，整天在那玩键盘，我们知识的会骂人。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那么老的人，尊贵，你上起码你嘛要甲尊重的，是无？哦，因为什么事让他这样子一直低声下气？哎、欸，让你们这些有些酸民在那边酸，哎、欸，叫做骂不还口，打不还手。哦，啊，这款人恁搁要甲欺负，恁敢是？恁敢是啦？啊？若要做人，就要做出真正啦。一个要做一个好人，无遐好；要做一个歹人，是足紧。啊，咱人，咱嘛卖歹，咱嘛卖好。啊，像我，阮这拢烂好，已经无法度啊，爱无法度，迄个性。但是伊啊吼，讲钱骂人骂，都我骂骂去个，你管吼，三万这个报应。那么报应在你心内啊，报应在你脑部心内。哇，天公！啊，好刺激，好刺激，是你。你嘛唔知？我唔知啊。喇叭，喇叭。这公司咧，暂时伫咧这公司。在底下。后尾也公司啦。啊！我总有一天等到你，阿妹咧。来，啊、我跟你讲。好。主人啊，来是贵客光临，哦，你呢去准备一寡这物件。一个饼，啊，你放一个锅，不要甲放冰甲，啊，创下你贵宾甲招待，了解哦？了解。嗯。了了了，是不是？真久无看吼，这气干那较少。哈哈哈！咱敢捌见过面？咱哪捌见过面呐？咱连讲是，你甲这我这疑心呐，连讲三世结。一条是结缘啦，吼，是结缘，结恶缘，就缘啦，分真侪种善缘、恶缘、结缘等等。你结恶缘啊，这款代志啦，就咧牵连着正三世了，到这时安尼孤孤单单袂煞，哈哈哈哈哈哈。好啦，啊，我今日是要来问事的啦，啊，你讲个这缘、彼缘，我来问你，我听无啦？你稍等。那个物件摕来十台个币，哈、哦，来，这，这物件内底弄一块块，啊，再用冰胶冲过来，你知啥物意思无啊？啥也不是跟你讲啊，师傅叫我准备一个锅子，里面放个菜头粿，然后再加冰块下去炒，对，所以的名字叫做锅粿冰。哎呀！果然是师傅啦，厉害啦！无啦，你名人嘛，你名人啊，迄艺术家呢？迄个你看一下，了解你个人个，来，别坐啦。哎，我来等一下。想讲呢，有一天啊，咱一定会再来见面。哦，你最近有啥物事情想要做吗？我吼，别讲。